时间不在于你拥有多少，而在于你怎样使用。能进吗？这把五十分钟，进一把，进一把，给你跪下了，老弟，给你跪下了，赢了最好，输了拉倒，给你跪下了，让我进一把吧。给你跪下了，让我进一把吧。哦，我操！五十分钟第一把游戏来了，啊，真给我干的没状态了，你妈的！哦，终于来了。我操！我都想去洗个脸了。完了，真的是你啊！难受，真的是他。这种事情不要啊！这把好难，这把感觉进来就是输的局。其实我感觉这把进来就是输的，但是我秒过了，而且我真的排了好久，我不想秒了。其实这把我感觉进来就得输。加油，说不定赢了。加油！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只有雄心，让我步履不停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！干嘛？这把很难。这个是那个新的恋爱季吗？这个卡特，这卡特不知道是谁，王子号的卡特。我看弹幕了哦。全军出击。那卡特不知道是谁在打，王子号的卡特不可能是本地。想象一个世界，没有虚伪的假面。AD 的我就是未来。Yeah.
ally has been slain.慢慢来，不能出失误啊！这种局出失误赢不了。早知道我拿了。
放慢了，应该果断一点。我这波应该果断一点的，太慢了，死命妈谁。新手的涂鸦年来的神话，一次心跳就是一轮爆炸。
来得太晚了，天哪，没必要来。那是
过这个二塔不知道能不能守住，这个二塔能守住的话这波就不亏了。啊，蛮深蛮深，在干嘛？行吧，能接受。该拉回去的，完了，又传回去送了，坏了！哎呦，完了，又传回去送了，该拉回去的，吃了这个塔就该拉回去的，坏了，有点不冷静了，有点不冷静了，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，这把没那么好赢了。冷静一点，这两波有点伤，虽然拿了大龙，但对面吃了两个二塔。哇帅，亚飞挺慢的，可以啊，时间的试炼，十年的淬炼，我的音乐面前的松懈便是明天的覆灭。
些人穷的省下钱。帅，不亏，一小时排一把不亏，一小时排一把不亏，这把得加25吧？我的天哪！我操！鬼鬼子加分，赚了，排一小时赚了，127赚了，36000的伤害，非常的 nice。